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冒牌 M3K， 又见面啦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寻找美味橡果的任务，总共分四天来去完成。那么它的奖励也不错哦，最后一个奖励，这个是很可爱的宠物哟。那么我们要来完成第一天的，库莫就看到这个可爱可爱的松鼠，他说有嗅到这个橡果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原来在这个僵尸游戏这一边墓地。OK， 拿到了第一个，库莫说要拍照，因为松鼠太可爱了，你看它的尾巴，它的尾巴好可爱，拍一张照。哎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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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它跳起来先。呜，可爱，可爱呢。OK， 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找第二个。第二个更简单啦、直接就是进入游戏的游戏厅里面就好了。诶，库莫走错路了，其实第二个在这一边游戏厅隔壁的这个电话亭就找得到啦。来，第三个，第三个的话大家就要去到这个叫服装秀的后面垃圾桶这一边上面啊，又看到松鼠，好可爱哟、哦、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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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到第三个呢，要来拍照照，拍照照，我咋咋？要摆一个漂亮的 pose， 可爱的 pose。OK， 好了，拍完照，我们找最后一个。这个的话是在那个寻找橡果的那个任务附近而已哦。OK， 好，来。第一天的已经完成了，完成了，是个 OK， 好了，那么，就是这样子，第一天的完成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找第二天的啦，第二天，哈，这次有麦比比带我带路 ，OK， 这个的话，第二天的敌意也是一样，还四个。还是一样四个，就在市中心的市中心。那么我们去到市中心，就去这个棒球场前面这边有一个地毯可以拿到，也是有两棵松树。我们去第二个啦，第二天的第二个在哪里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沿着这个赛跑的赛道这边直直走就好了。库莫说我很慢了。 OK， 在这个警察局后面这个山坡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手推车的地方，就在手推这个壁啊，不需要跟他讲话了，直接就拿就好了。 OK， 拿完了要跳去车车，跳去车车，有点太高了，有点太高了，跳不到，直接按 OK， 没有，再跳到一次，再跳到这，直接按 OK， 好，那么我们要去第三个地方，还是一样沿着这个赛车道去到有一个叫瓦尼的 ice cream 厂的地方附近，这一边草堆里面就找到第三个了。最后一个的话，这个相信大家一进到这个市中心呢，那个水池旁边那边就看得到了，其实不过我们放在最后一个了。OK， 第二天呢就是这样子啦，收集完成啦，接下来后面还有两天哦。好啦，今天就讲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哦，爱你们哦，希望你们都找到而且抽到要的卡片。那么我们再见啦，赚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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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